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台股聚宝盆。好，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回到台大盘上面哈。那今天大盘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跌了101点哈。那今天大盘跌的最主要的关键哈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今天汇率盘中台币汇率呢又跌破了32元，所以呢造成台股呢它的这个走势呢比较偏弱哈。第二个原因呢是美股呢昨天呢四大指数都收跌哈。好，我们看一下台股它的一个 K 线图哈。台股呢连续收了三根黑线哈，那总共跌掉了快400点哈。那从这根最长是222点，昨天61点，今天101点哈。这三天以来呢，加起来快跌掉了400点哈。不过呢，好加在它并没有爆量哈，它并没有爆量。那这是不是红黑三兵呢？哈，跟各位讲哈，好险它不是黑三兵哈。为什么？第一个呢，它的实体是越来越小哈，实体它第一根的实体比第三根还大哈。那再加上呢，它的量能不足呢哈。那它不是一个扎扎实实的黑三兵，所以目前来讲的话看空还太早哈。那虽然它跌破了这个季线哈，还有这个5日线，但是呢目前它应该会回测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它应该会回测它的这个半年线哈。来，好，半年线是120，好好，半年线在这里哈，半年线在这里，那预计的目前来讲会回测这个半年线。那问题来了，美股昨天为什么都收黑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的美股，我们看 S&P500， 好，那 S&P500 呢，昨天收小黑哈，那它也是一样，量能不足哈，量能不足。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美股市场呢，它在做一个观望哈。它目前它在观望什么呢？还就是这个礼拜四呢 ，FED 呢，它要公布它的决策会议哈。那目前呢，它的决策会议有四个看点哈。第一个就是明年降息的次数哈。那再来呢，利率是否已经过了巅峰哈？那将近一半的 FED 决策委员认为利率呢已经过了巅峰哈。那在经济的预测，那目前看来呢，美国的经济预测呢有可能呢 GDP 从1%呢上修到2%哈。那表示美国的经济目前还是成长非常强劲。那再来呢，FED 呢它可能会采取这个中性的利率的预测哈。那一般来讲的话，目前预估它的区间是在 2.37 到 3.625 之间哈。好，那简单来讲，基本上呢，在高盛之前出具一个研究报告说，这个礼拜四 FED 联准会他们的利率决策会议，原则上呢 99% 哈 ,99% 是不会升息的。但是呢大概在两天前呢，这个纽约金融时报跟美国的这个他的一个什么布斯大学哈研究，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哈，去访问这个40位经济学家哈，去做个调查。但是呢居然有50%的经济学家认为呢联准会呢这一次升息的几率蛮高的。所以呢就为了这一次的联准会升不升息又投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好，那为什么这50%的经济学家认为9月份呢好，这个联准会升息？那主要的原因在这边。好，第一个这个油价呢一直持续在涨。好，油价持续在涨，它涨上去之后呢会怎么样？它的通膨呢会扩散到其他的物价水准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为什么油价会一直在涨呢？主要呢是因为这个沙特阿拉伯国家跟俄罗斯呢，他们呢决定呢要减产，至少到今年年底哈，到今年年底。所以呢，油价呢，这个国际油价呢，以
西德原油来讲，它这六个月来已经上涨了 30%， 那布兰特原油呢也上涨了到 23% 左右。所以呢昨天呢油价呢又持续的创了波段新高，来到95元，那之前是维持在94元，所以预计这个油价呢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呢会冲到100元。那当然对这个通膨的压力呢没办法做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反而会使这个整个通膨的压力会再上升。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目前炒得轰轰烈烈，美国汽车工会酝酿扩大罢工。那目前来讲的话，原则上他们现在预计罢工是要15天，但是呢这15天呢会造成这个美国它的车业的市场会消耗大概是65亿美金。那这一次呢他们要求加薪会要求到 46% 以上，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这两个重大的原因呢会造成美国最近它的通膨呢反而呢不降反升，不降反升，所以呢反映在美股的一个市场，它就是在 FED 你还没有先排，还没有就是定论之前，整个美股市场呢它是采取一个保守观望一个态度，也就是说等礼拜四之后呢整个美股呢它走势才会比较明朗。但是在我来看呢，目前来讲我还是认同整个市场目前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九月份 99% 的几率联准会是不会升息，联准会是不会升息。但是呢预防这个黑天鹅事件，怎么讲，就是说也许联准会他真的出人意外或者跌破眼镜升息，那这个整个来讲美股它的走势呢就会开始往下走，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不高啦。那目前来讲的话 99% 是比较不会升息，但是呢现在美国市场呢它还是维持一个观望态度，也就是说等周四过后只要联准会宣布正式宣布九月份不升息的话，美股呢它就有机会还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攻。那美股持续往上攻的话就有机会带动台股的走势。好，那我们回来看到台股那台股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今天呢持续受到汇率的一个贬值影响，加上美股持续的走低那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呢今天不止台股比较弱今天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整个亚洲股市除了南韩是在收在平盘之上，包括上证、恒生、日经呢这些亚股呢走势都相对来讲都比较的弱好，那再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台股部分。好，那台股呢今天我们首先观察一下今天走势盘中走势最强的这个 AI 类股那 AI 类股呢盘中呢一度大涨了 2%， 但是呢尾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尾盘呢整个它的涨幅是收敛的那它的涨幅是收敛的。那现在呢市场上很多老师跟你讲说 AI 的买点已经来了买点已经浮现了。Really? 是真的吗真的浮现了吗？没有错，它今天早上大涨了 2.4%， 但是呢尾盘整个涨幅缩小了只涨了 0.12%。那它这个是一日行情呢还是后续后续呢可以逢低承接这个所谓的 AI 类股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老师有跟大家讲目前有一档基金叫做这个00898的基金，各位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这它的持股呢包括广达、华硕、伟创、光宝科持股都非常重都非常的重，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它最近这两个月的一个表现它最近这两个月表现我们看一下它的月线
好，它的月线呢都是往下哈，而且呢这两个月呢它的跌幅呢已经超过 6.5% 哈，那表示什么？表示未来它这一档基金呢 ETF 呢有可能呢会卖出这个部分表现比较不好的 AI 类股哈。那问题就来了，在卖出这些 AI 类股调整它的持股成分的时候，那被卖出的 AI 类股的话，是不是在市场就增加了它的一个更大的卖压？好，那我之前有建议就是说，在短期之内呢，大家先不要去碰这个 AI 股。好，那这边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六档，这六档都是之前涨幅非常凶的个股，包括伟创涨了200多%，包括伟创涨了200多%，那还有广达、华硕这些呢，之前呢都是非常非常夯的股。好，那回头来看，那它这些股最近的一些表现，首先是2382的广达，好，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好。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K 线呢目前已经连续两天跌破了，已经连续跌破了这个季线，那虽然今天收红 K， 但是它有带量，那是不是可以逢低承接呢？我跟大家讲暂时不要。为什么？第一个可以看到它的月线跟它的五日线呢头部都是向下的，那这种均线头部向下的就是跟你表明我现在走的是空方的趋势，那你干嘛去接呢？你是不是要等它五日线，至少五日线头部朝上以后再去做打算，或者等它的 K 线呢确实站上的季线，再考虑要不要去做个承接。那你目前月线跟五日线都是朝下的，那如果你现在去接的话，是不是逆势而为？我们操作股票一般来讲都是要顺势而为，那你现在去逆势而为的话，未来我跟你讲早晚一定会被修理的，所以这个呢暂时不建议。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看别支的股票。你还在看吗？333轻松付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付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付专线02-8512-5858。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2-5858，8512-5858，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在持续追踪其他相关的 AI 类股。再来呢，就是人气最旺的3231伟创。
一样，各位有没有看到它今天虽然带量收红 K， 但是呢它的均线呢都是向下的，都是向下的。再来华硕2357的华硕一样嘛，都是一样的状况。2301的光宝科，2301光宝科，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它的均线都是朝下的，那是不是老师跟你讲不要逆势去操作，我们操作股票是要顺势操作，不是逆势操作。还有呢2356的英业达，那各位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几只个股，是不是它的这个均线呢，均线月线跟五日线都是朝下的，那你就不要逆势跟它去做对。那基本上依我的经验来讲，只要你是逆势操作的话，早晚呢都会被股价修理。那最后一支我们看一下那个人保2324，有没有都是一样，都是一样。这六支呢当初都是 AI 类股中最夯的，最夯的指标股，但是呢目前它的均线呢都是朝下。那投资朋友就会问老师，你是不是看衰 AI 股啊？我跟你讲，我并没有看衰，只是暂时它的股性不好，那整个呢趋势是往下的，你就不要跟它去做对。那讲到 AI 呢，我想这部分我应该涉略的比其他的老师还要深，因为老师之前呢有去学这个所谓的 AI 程式语言，也就是这个 Python， 那个不管是写这个函数啊，或者是写这个程式啊，我想这一方面我在业界应该是算是业界最领先的，最早接触 AI 的，所以呢我也看好 AI 未来的一个市场，但是现在它整个势头是往下的，所以在这边呢我是建议各位投资朋友呢可以暂时先避开，等它的整个情况改变之后呢再去考虑要不要去承接，逢低承接不见得你是接在最低点，有可能它还会持续下跌。好，那各位投资朋友会问了，老师啊，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接 AI？ 我觉得呢至少你要等他老大哥谁啊，那 NVIDIA 他的股价站上季线再说嘛。那各位可以看到 NVIDIA 呢它目前呢它的股价呢还是在季线之下，那公布财报之后呢，在8月24号公布财报之后它股价呢就一直直直落，那也不是说 AI 它的展望不好，实在呢是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有部分的关键零组件呢一直无法做出来，所以呢预计呢整个关键零组件它比较能达到供需平衡的时候应该是在今年年底，所以建议各位可以先等待一下，不急着马上就跳进 AI， 我们要等到这个老大哥至少他的股价回到季线之上，回到季线之上再说嘛。那目前来讲的话不急着跟他做不急着跟他逆势去做对，你看他的老大哥他的五日线也是往下嘛，那五日线就是短线嘛，短线来讲的话还是偏空看待，等他的这个均线开始走平，或者是五日线开始朝上，甚至他的 K 线站上季线之后，这时候我们再去承接来讲的话相对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呢老师之前有跟大家讲，如果你手上有 AI 类股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赶快来找老师，我们帮你换股操作，我跟你讲的都是实战，都是实战，不是在那边跟你随便画什么虎啊，画什么图啊，有没有？那之前很多老师都跟你讲，我们来区间操作，这是支撑，这是支撑，这是压力，碰到压力我们就卖，然后碰到支撑跌破支撑我们就买，碰到支撑我们就买，来回操作。那我问你现在跌破支撑怎么办，跌破支撑
他只能跟你讲，就是认输认赔嘛。好，那对你一些在操作上一点建议都没有，不像我们之前，好，因为我们有实战的经验，所以跟你讲，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就是换股操作嘛，把你的损失降低到最低嘛。好，所以我们在9月14号。老师有在节目中就答，如果你手上有这些 AI 类股的话，来找老师，老师想办法帮你处理。所以9月14号呢，我们就请会员呢在211元呢附近买进力旺。好，那今天力旺呢，它的股价呢，今天股价是下挫，但是呢虽然下挫还是在我们成本价之上。那在昨天呢，昨天它最高涨到226块，2260，抱歉，因为它是它的这个数字比较说，所以念起来比较拗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轰天雷，好，我们来看一下3529，好，力旺，来，那昨天最高的时候来到2260，2260，那扣掉我们2110的话，那在昨天最高呢，你获利就150元。相对如果以这个所谓的3231的伟创，你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呢相差61块。好，好，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来讲的话，好，161块到昨天跌破100元，总共跌了61块。但是呢，如果你换股操作伟创的话，你不但把你在伟创上的亏损赚回来，甚至呢还有余。好，这就是我们实战操作的结果。好，认认真真帮你想办法，不是在那边跟你空口说白话。好，我们确实是很认真的在想帮大家解决问题。那今天呢，虽然下跌，我们还是没有出脱持股。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好它？好，那最主要呢，它呢今天下跌是受到昨天的这个 ARM 股价下跌的影响。那 ARM 安谋公司呢，它本身是做这个 IP 的公司，那跟力旺一样，它都是做 IP 的公司。那目前呢，它股价虽然下跌，虽然市场上有很多人看衰它，但是呢老师呢还是持续看好它。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安谋在 IPO 之后呢，这个很多各大科技厂都有去认股，包括台积电、联发科，还有 Apple， 还有这个辉达呢，都有去认股这个所谓的安谋的个股。那安谋呢，它本身是做 ARM 架构的CPU， CPU， 那预计呢，为什么这么多科技大厂要去认股？那预计呢，它要去抢攻这个所谓的 PC 市场。那预估呢，它目前的市场是 14%， 那到2027年呢，它的市占率可以高达 25%。 所以呢，这是老师持续看好为什么 IP 设计股未来它的发展性非常的高，尤其呢在安谋架构的一个 IP 细制材部分呢，它未来呢会去抢攻这个 X86 的架构。那目前全世界 CPU 三大架构就是分这三个，一个是 X86， 一个是 ARM， 一个是 RISC。 那 RISC 呢目前是在大陆这边发展比较兴盛，可是呢它因为目前所有技术没有审核，所以未来它的发展还是需要观察。好，接下来持续追踪我们的个股。首先呢是兆力，兆力这个已经讲过，我们是9月4号卖出的。好，那今天呢股价持续上攻，但是今天股价表现的比较弱，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就先把它做一趟获利了结。9月4号到今天20号，总共是两个礼拜多的时间，会员呢已经获利 25.8%， 那每张是获利26000元，10张呢就是269000，那100张呢就是260万。短短两个礼拜多的时间呢，我们会员就获利 25.8%。
今天卖出不是看看衰它哈，其实呢，老师还是持续看好它，主要是因为呢，今天受到大盘拖累哈，所以我们先获利了结，把这个股价的现金哈先收入口袋哈，以策安全。那我们呢，后面呢，老师还是看好它股价未来发展，因为今年很奇怪哈，今年只要被关紧闭出来以后的股价呢，都会持续走跌。那它呢？照例也是被关紧闭，那预计是21号才会出紧闭，那我想可能它的股价还是会暂时有波动，所以我们就先出一趟让会员先获利，那后面呢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做一个所谓的逢低承接，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它未来股价发展。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投资朋友的收看。那各位投资朋友手上持股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来电洽询，或者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可以在 LINE@ 上面，只要你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在 LINE@ 上面跟老师互动，让专业团队来帮助你。最后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